大雨过后，马来西亚彭亨州关丹地区的大水开始退去，居民陆续返回家园收拾。从水灾发生第一时间到灾后后续关怀，慈济志工一直都在这里附近有一条河，当那时候是因为是涨潮，所以河水呢加上雨水就涌进了这个地区。因为水来得快，去得也快，而且因为是河水不会带着很多的脏物，所以这里的居民都收拾得很快。居民看到蓝天白云出现，谈到水灾发生时依然历历在目。睡到半梦半醒的时候，朋友叫我们水灾呀，全部车全部移出去咯，也是没有说知道之类。不过花园这边他有一个花园长，他是负责的，他就会喊咯，就是叫醒所有的人去起来咯。Ada tingkat astrologi, ada tingkat dalam rumah, pakai kursi ya buat tinggi, lapik tinggi. 家人呐、啊，家人早早就帮忙垫一点咯，然后就出去找朋友回来帮忙垫高冰柱啊。志工走入灾区关怀，了解乡亲状况，用爱陪伴灾民渡过难关。带新闻之善美志工马来西亚报道。